车撞的。不好意思，刚才跟客户打电话没看见，实在抱歉。不会骑车就不要骑车，你看把我车撞成这样。哥，你看怎么办啊？这事没有2000块钱没完。啊，这么贵，你看能不？你别给我跑！哥，我不跑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喂，你的车马上就到。别啊，别投诉，马上就到了，别投诉。喂，哥，我这订单要超时了，人家要投诉我。不然我这一天就白干了。我不管，不赔钱别走。哥，就10分钟时间，就10分钟，钱我肯定会赔给你的。哥，快去。哥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让你在车上等我，你干嘛呢？走走走，咱家车里说好，咱还想跑。姐，我不跑，你给我10分钟，我肯定会回来。我这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。别再说，他肯定还想跑。你先把手撒开，明天把手撒开。像我这样聪明，我相信你，你先走吧，等你回来。谢谢姐，谢谢姐。嫂子，你怎么让他走了呢？没事，就10分钟，我相信他会回来的。嫂子，我说不能让他走吧，你看，他肯定不会回来了。哎呀，还没到10分钟呢，咱们再等会儿。哥，我来了。这钱我拿的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用赔了，蹭点气而已。你的诚信就是最好的赔偿。只为与你相拥。